薄鸡蛋薄失败的，来试试薄蒜吧。先在肋排的背面插孔，方便入味。腌肉的配方在屏幕上，唯一不同的就是苹果片会带来不一样的口感。给肋排做个马杀鸡，用锡纸包起来。我的这条肋排会比较厚，所以200度烤了40分钟。大白兔都有吃过吧，红茶家里都有吧，简单的组合一下就变成比奶茶店还好喝的奶茶。不管是奶香还是茶香都特别的浓郁。40分钟到了，取掉锡纸再烤20分钟。你们看看这滋滋冒油的表面，沿着骨缝切成一块一块的。这才叫真正多汁嘛，抽掉骨头用生菜这么一卷，你们可以想想这得有多好吃啊。今天这一道应该没有一个男朋友会拒绝给女朋友做吧。把芝士折一下包进去，烤盘不放油，撒上芝士，变硬变脆的时候把饭团包起来。牛奶里面加点小苏打，防止放入醪糟的时候结块。淋入蛋液等待30秒，撒上坚果还有枸杞。这么酥脆的芝士你们肯定没吃过吧。米饭把芝士给融化了，呈现流心的状态。来，第一个给你们吃，三种口感的结合，你也来试试吧。我听说去了籽的草莓会更好吃。米饭里加入沙拉酱、海苔，搅拌均匀，这样捏成饭团不容易散。芝士片对半切开，铺在培根上，把饭团卷起来，可以用牙签固定一下，然后就可以下锅煎了。煎的时候每一面都要照顾到，把中间的芝士煎到融化，草莓切丁，加一点白糖拌匀，再加一点冰糖熬成这样的亮红色。倒了喜欢的杯子里，把果酱抹在杯壁上，倒入牛奶，是不是贼好看？饭团也煎好啦，融化的芝士紧紧地包裹着饭团，最外面的培根咸香中带着点酥脆，每一口咬下去都特别的满足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我发现我的粉丝都好爱自己的女朋友，天气一干燥就来问我有什么适合女朋友喝的。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木瓜炖奶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找闺蜜动手哦。拿出小电锅，倒入切好的木瓜丁、红枣、冰糖，清水没过食材，炖个10分钟。等水滚了之后，加入牛奶，一勺枸杞。在这干燥的季节里，快做给爱美的她吃吧。某人说饺子皮这样做，她一次性能吃掉3个。葱花多切一点，这个葱油配方在拌的时候我就恨不得来一口。一层饺子皮，一层葱花，重复3次。用擀面杖压扁，让葱油和饺子皮融合在一起，在表面划上几刀，这可是酥脆的关键。像我这样把它卷起来，然后再压扁，压得越扁，煎出来的时候口感就越脆。锅里的油不要多，煎到焦黄酥脆的时候再放面。趁着这个时候，我们来做一杯好喝的。一个鸡蛋搅散，加入一勺白糖，一勺醪糟，水一定要是沸水，再来几颗枸杞。葱油的香气完全的融合进了酥脆的饺子皮里，
咬下去还咔哧咔哧的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虾和水果一起吃，你们肯定没吃过。鱿鱼圈的大虾下锅焯水，调料和配菜我都放在屏幕上了，关键除了菠萝丁还有薄荷，吃起来特别的清新。可不可以接受我的红糖用水化开，可不可以锅里倒入牛奶、木薯粉，开小火搅拌至浓稠，倒入麻薯，来一点自己喜欢的坚果。我真的是对这种糯叽叽的食物一点抵抗力都没有。这一盆不仅虾的味道好，鱿鱼圈的味道也很好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这个你吃三碗也不会胖哦。粉丝问我有什么可以零基础又零食物做得还好吃的，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吃的排骨焖饭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煎至表面焦香的排骨加入屏幕上的调料，再加一碗水焖散十分钟，倒入胡萝卜、青豆、香菇还有排骨，焖排骨的汤汁也不要浪费，一起倒进去，盖上盖子，按下煮饭键，打开盖子的一瞬间，想到我家狗都疯了。简单又美味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粉丝咕叽堡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腌制的配料很重要，我都带在前面了。盖上盖子，沸腾后再等三分钟，鲜嫩的鸡腿肉搭配着爽滑的粉丝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最近浴室的地板上多了好多头发，我觉得女朋友的头发男朋友应该更关心才对，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养发周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自己动手护发哦。需要的食材和比例我都打在屏幕上了，有需要的截图保存。记得加两块红糖，倒入 2.5 倍的清水，盖上盖子，小火煮半小时。最后撒点枸杞，秃头女孩的救星养发粥就做好啦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炒粉丝，没有男朋友的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。我发现只要粉丝炒得好，两个人就能白头偕老。放入提前泡好的粉丝，加入屏幕上的配料，一碗色香味俱全，做法还超简单的炒粉丝，快做给爱的人吃吧。肥牛怎么做都好吃，就像你怎么样都好看，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肥牛泡菜卷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把肥牛卷、芝士、生菜依次叠起来，放上灵魂泡菜，用筷子压住一端卷起来。料汁的配方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，喜欢吃浓稠一点的可以加点淀粉。下锅煎的时候，先煎有开口的那一面，这样子不容易散。吸足汤汁的肥牛卷搭配爽口的泡菜，你们想象一下味道有多好吃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今天来一波烤肠的活动，看看这满满的一冰箱，五根、十根、十五根、二十根，你们自己算算，一根才多少钱？一股凉爽口味，一个黑椒，一个原味，吃起来特别方便，下锅直接煎，或者放进空气炸锅、烤箱都可以。这可不是淀粉肠哦，满满的肉感，平时不管直接吃还是夹吐司，味道都好极了。